意思，这样存起来好，不要像我，今日有酒今日醉。我认为就该今日有酒今日醉，人应该有一点危机意识，银行里存了钱，心理上就有了依靠，奋斗精神就少了，可干可不干的事情就不去干了，所以没借钱买房子买车，给自己制造压力，今日没酒也要醉。我还是把酒存起来吧。钱给我，跟我借钱？我要是有钱，还用得着从你们那儿抽家教提成啊？借钱干什么？我姐给我来电话，说我妈住院了，下个星期就要开刀。给。这个月我去看了两场甲 A 球赛。就剩那么点了，你跟你同屋的再借一点吧。他们做家教也很不容易，刚挣了点钱，也都有安排，我怎么好借呢？你我要不是老乡，我也不会来麻烦你。要不然让我们学生会出面给你募捐一点钱。我不想让全校的人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能不能再帮我找一份工，能够先预付工资，我再干活。哪有这种事情？老板能相信你吗？我是大学生呀，还能骗人呢？你这样做压力太大了。我不怕压力，我就想赶紧给家里寄点钱。不妥不妥，把自己弄成打工仔了，学校知道就麻烦了。我没办法呀，我。别哭别哭，让我想想。有了。什么？找马总，你去问问他，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兼一份工。我估计，他有可能借钱给你。找马总，马总办公室在里面。啊，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请进。丁香，哎，请进，来来来，请进。哎，坐。请坐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想到您的公司来接一份工作。找工作？家教不做了？做。我想再到您的公司来接一份工作，但是不会做得很久。我想请您先预付1000块钱，我再工作。等什么时候做够了1000块钱，什么时候就结束。你能做什么工作呢？公关。我这里有公关小姐，用不着你。那您需不需要秘书？
你们在学校是不是用钱的地方很多呀？怎么总想着挣钱呢？做做家教对你将来的职业有好处。至于做秘书嘛，我看就没有必要了吧。我一直被你的单纯感动，不要改变自己。1000块钱，我不问你的用途。20岁的女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，你拿去用吧，我这里不需要你。你要不让我在您的公司工作，我就没法还你的钱。不用还。做了，说话呀，别哑巴似的点头摇头。